老吴啊，帮我找条手镯吧，我相亲了一个对象挺喜欢的，可他不要我，他说我最起码得知识渊博，还得长得漂亮，还得会赚钱，还得对他好。要求这么高啊？姐，你跟他说你要谈对象你就好好谈，你要许愿的话你再拿到庙里去。我能赚点钱也能对他好，那我不会打扮，朋友们推荐我买包包买翡翠，你能帮我找一条这样的手镯吗？我喜欢紫色，预算5万，这个手镯漂亮啊，这个不用5万，那3000万把它降下来。你快说啊，个子罗恩挺漂亮的，底子够细，然后颜色也够饱满，圆圆润润，戴起来老美了，打扮是好事，但是这个不用5万，我起码能帮你省掉一大半，还不只能省了钱。那你多少钱能谈下来啊？出去逛逛挑挑选选谈谈看最低多少钱能给他谈下来，最起码给他省掉一半都不止，看最低多少钱能给他谈下来，尽力砍，最少干掉一半不止，还不止的，这很便宜，这留个庙许愿的许庙。这条队过来，你看这色的话还更多了，你姐要的那个颜色更多，这个的话其实是有半圈下面白的，这个基本上是满圈紫色了，底子又够细，现在透过光看起来颜色很淡，背光的颜色是浓的，颜色是很浓郁的，但是它看不懂，你细腻一下就没有拉光啊，好像一块石头一样的，它抛光光的都就很亮很美。你这条卖多少钱？我天天来找你。6万，还要给你买吗？太贵了。一点嘛，你最低多少钱？他一合作就上来就问最低的。多个卖价给我嘛，那么熟了。不要磨太久，真的。8000能吗？不。你拿一个人家的，我给8000，只有你了。那你开高啊？我哪里开高？你开高，算我哪里？这条应该不行。飞机卖多少嘛？他这还会贵妃，这贵妃跟这种也是中配车一样，那贵妃解开不了啊，这种解漏的，这种就可以很便宜了。那咱们家原条原料贵，贵妃便宜，算了算了，这条应该打不住，我再看看。不要叽叽喳喳把卖完。这条好看，一摸尺，麻地嘛，这里一大块，然后这里有一块，这里有一块，然后背面看的话还蛮多的。你现在看它的种比较低啊，可能比姐的图片低一点，但它的色比较多，那不影响，那戴起来很漂亮，没有粗颗粒，没有粗棉，这种起货的话也相当漂亮。主要看价钱，价钱合适的话，这条是可以收的，起码满圈你怎么赚，它都有折了。卖多少钱呢？这条很鲜的，这个做完洗完货戴在手上好看。如果老老实实的话，不要开玩笑啊！你这个屌毛，什么一来就骂我屌毛啊？10万5，10万5啊？对啊。大锤叮嘱我说要8000的。我问你，你说实话，说个实在卖价嘛？找5000嘛？是吧？不要，你5000，你10万块钱，你怎么可能卖得出去？再少点，真的少不了。可以少的，10万太高了。哎，3万块吧，我不说了，少1毛钱都不卖。你说实话，1万能吗？那只是了挺多的。我的妈，确实有点高，一定要3万吗？啊，我再看看，我这搞得高了哦，要飘飘，货是好，行吧，我再逛逛，你忙吧。好，哎，我总有点开心一样，你做生意哪有这样的？拿了几条紫罗兰，还这块饼好啊，终于找到了，这个跟那个就很像了，就这种类型的，底子又细，跟同手料似的，还有吉摩纸，然后你看这边没有什么颗粒感的，底子还是相当细的，透过黄光它就变成红春了，这边倒角去掉，底子的话是还是很干净的，做出来很白的不灰。这块饼卖多少钱？这便宜啊，便宜啊，多少钱？不贵是不贵，还有个镯心，万内有没有机会啊？换一块嘛，换一块嘛。粉丝都在评论区说啊，最后那个老板那个小蒋好，又高又帅，人又好，那个6000多卖了，他们天天一定在夸你。哇，8000吧，我们是天天8000的，8000搞给我一块，不要你镯心行吗？我们主要也是买手镯，姐都不要镯心。不要啦，万内嘛，行啦，换一块的，换一块获得几分快乐，好开心呢。嗯，不要镯心哦，就当买你一条胚珠圆条。货呢？什么种水？就买几块色，它底子是挺白的，看中这个了。清爽啊，这底子、啊。9000吧，啊，9000吧。这外面是不是就卖2万多的？没有吧？啊，不要跟我讲这些，你看你这里卖多少钱？再买15000了，好吧？9800了，换一块就剩这一块了，变现了。你该赚的钱也赚了，该回的本回了。可以点吗？1800不会亏的，放一块嘛。200块不要算了，我就9800，我把心压给你。差200块，你给我，你仪式感来了。我试试就这个。哦，9800啦。你要完这个送给我，整数啊，9800，整数。我压给你啦。我的老天鹅呀，美女，你要点赞了，美女，点赞了，美女。